人都怕疼，你不怕，反而享受疼痛，那就是你活，他们死。阿翔，老温以前可有这吐血昏迷的毛病？没有，不过我小的时候主任经常卧病在床，长大以后就没有了。你几时跟着老温的？从我记事起我就跟着主任了。那他又是何时到哪儿的？到哪儿？没事，小丫头去休息一下吧，我来看着他。我不，我要陪着主任。那你不管管你那不吃不喝陪着你的曹少侠了？管他干嘛呀，主任比较重要。好丫头，去休息一会儿吧，有我呢。好吧，那主任醒了你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错了，请谷主再赐教。这才对，你要记得，这里是鬼谷，不是山谷的谷，是蛊虫的谷。只有强悍狠毒到吞噬一切的蛊王，才有资格活下来。十万阴幽之地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人都怕疼，你不怕，反而享受疼痛。那就是你活，他们死。阿行，打小入骨，自己能够活到今日，并且出落成这般人才，实属不易。本座是看好你，才肯挑召你。阿行感恩戴德，铭记于心。好，能不能熬成下一个万古之王，万恶之首，那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